日本夏天市位于伊豆半岛上界南边，是南伊豆有名的海滨温泉旅游胜地。西元1835年，来自着美国的佩里黑船为遮来做登陆，日本因此被开辟港口，夏天嘛因此变成着日本含着外国的交流地。来到着即马，也阁保留着真侪外国历史的建筑。夏天渔港会当食到上界新鲜的海产，红金眼鲷就是夏天上界代表性的鱼啊。另外，日本的龙虾、鲍鱼、等等海产啊，伫夏天渔港会当讲应有尽有。为伊豆至夏天，行差不多10分钟，就会当来到着佩里之路。这条路名是当时19世纪美国逼着日本幕府开辟港口。当年佩里前往着谈判所行过路，所以被号名叫做佩里之路。廖先士在嘉年7年，西元1854年，是日本和美国签订着条约的所在。内面收藏将近9000件以上，以着佩里、乌船、异国文化为主题的文物，是国内上界大的乌船原始资料。也是日本上界重要的国家书籍。骑观光看到伊豆山景的浅之山，因为伊的外形亲像一个查某囡仔困的姿势，所以讲号名叫做浅之山。为伊豆之下山，行差不多20分，就会当来到着夏田市上界有名的海水浴场。行伫海岸散步的道路，充满着休闲、海滨度假的气氛。除了欣赏着充满历史的建筑物，更加会当看到夏田湾的海景。台湾の皆様、私は下田市長の福井と申します。下田市には大変風光明媚な海岸、9つのビーチがあります。そして歴史も豊富です。初めての黒船ペリー艦隊が下田に来航しました。そしてプチャーチン提督率いるロシア艦隊も下田に入港して、それぞれ、下田条約あるいは日露和親条約を締結しました。そのお寺も、残っております。また食の面ではいろんな海の食材がございます。金目鯛、アワビ、伊勢エビ、大変貴重な食材でございまして、皆様にご堪能していただけるものと確信をしております。また下田には伊豆半島全体で世界ジオパークに認定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、下田にはそのジオサイト、柱状節理、あるいは斜行層理、そして竜宮窟等、そういうその地質的にも非常に貴重なサイトがございます。ぜひ下田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。那是为着当家出发，前往着伊豆半岛的夏田市，会当坐着 JR 东京车站，坐 JR 超景勇子号，或者是坐新干线来到着 JR 热海站。加个专车 JR 伊东线来到着终点站伊豆及夏田。夏田市传统的活动黑船节，是一个促进着日美友好以及交流国际的盛事。每一年5月第三礼拜、拜五、拜六礼拜做举行。夏田市长福井佑福邀请着台湾的乡亲做回来参与着盛典。